中了耶，中了耶！我们六平彩第一次送出的奖金900,000元。来玩六平彩，周周发大财！欢迎收看六平彩开奖的直播节目，我是小贤，大家晚安。只有一个人吗？前两期已经共估了，两期的300,000，所以累积到这一期，本周的奖金有900,000。哇，只有我一个人开心，不好意思哦，因为那个苹果的员工还有一传媒的员工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六平彩，所以呢小贤本人我有下注，那你下注了没呀？从1到33号码中任挑6个数字，勾选同意按下送出后就不能更改数字喽。苹果将由电脑随机从当期参与的选号组合中抽出一组幸运号码，保证每周有人中奖，周周送出300,000。若有升级会员碰巧选了同一组号码，那就一起均分300,000喽。意思就是一定会有人中奖。小贤好美哦，谢谢。今天好像阿拉丁公主，对耶。然后还有，然后吴雨萍说，以前国中的时候被老师纠正，然后用太多，不要再用然后。我讲太多然后是不是？可能是因为我紧张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摄影小哥哥蛮帅的。那最近有没有约会对象？有没有追求者？最近是没有追求者啦，不过我最近倒是有一个我就是很喜欢撩的对象。最近开始常常跟耗子哥出外景，我们在玩一个就是泛舟的游戏，然后突然间一个浪这样来，工作人员他拿 GoPro 要拍画面，要拍我们，然后他一摔我，一摔我就啊，然后我的手就摸到他那里。然后他就是很尽责这样拍，然后后来我就压下去之后，然后我又再压一次，他整个 GoPro 还是拿在那里，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就很欣赏他。你该不会是心动的吧？没有，就觉得他很棒，然后就是你现在的择偶条件有跟以前不一样吗？没有哎，现在是人家来选我吧，应该不是我选人家吧？还可以认识球员吗？不要吧。现在跟何先生也没有联络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呢，就是我们的开奖机，马上为我们开出来。第一个号码是0303，再来是1414，0314就是白色情人节，2020成双成对，2525252555633，加1 31 31 33。今天开出来的号码是03142025313，非常恭喜哦！今天有一位幸运中奖的，哇，900,000元，恭喜你！你看你同事明天没有来上班，就是他了，900,000元。下一个礼拜呢，我们来为我们开奖的呢，就是帅气的余香泉，香泉哥哥会来为我们开奖，来玩六平彩，周周发大财，我们下礼拜见喽，拜拜。